就是是写字，不是书法，是拿不上上面去的。人家走过有没有评价过你的？哦，那多了，素不相识的，说你这个字可以卖钱，也不是一个两个了，好多了。我是最早是钢铁厂，一直钢铁，比较喜欢绘画，后来绘画不就是写字，专门写字。小学四年级开始，我现在已经63岁，自学。老师就是各种字帖，一个是王羲之，一个是欧阳询，一个是颜真卿，一个刘宏图。其实有一个道理，就是只要如果做一件事的话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必有收获。对自己的喜好爱好要坚持不懈，肯定有效果。34个，可以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以了，整过来这个，写的，30年，他全国比赛和中央三台他去过，舞台，中央舞台他去，啊，看，哦，行不行？这个我爱人，身体不好，我觉得我亲眼的，后来这个两个老朋友讲了，没有看见你唱。这个就是保安这个好，他说我有一个人跳了两个上摇，我说是吗？两个上摇没有稀奇啊，我说是吗？他说我就讲，因为我70岁啊可以连续跳一个，70岁也可以跳。我说他两个就稀奇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跳三个给你看看。他说你现在跳呗，我说我现在不行，我现在一个都不行，跳不行。是2019年的年纪，后来我就怎么样练呀，天天练了4个月，总算练了七个。贵人呀，这个公园保安本人没有他讲，两个上脚，我到现在我一个都跳。我要回家嘞，我回去还要上班。哦，因为老伴现在他生病以前我什么都不干的。所以你休息了52年。哎，对呀，他们说你现在要回报了，我说对，应该的，应该要做了，无怨无悔的。